什么叫成功？人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同。在史建宏的眼里，有优秀的儿子，有多才多艺、健康成长的孙子、孙女，就是最大的成功，也是史建宏最大的幸福，更是史建宏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地方。坐在窗前翻看日记，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。Hello, baby boy, that's my hand.居住在香港的史建宏，时时刻刻思念着他的孙子、孙女，想念着住在美国的儿子一家。